个非常美丽的外表，还有一个非常甜美的声音。用一句话来讲呢，就是人美歌甜了。而且你别看他身材小小的，但是内心爆发出来的这样的子爆发力呢是无穷大的，而且还有个极高的人气。今天在我们现场有很多的粉丝来到现场支持他，所以接下来还要为我们现场打榜的这首歌曲，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一定会十分喜欢的。接下来就让我们现场打榜，冯提莫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首《哼》，感受一下。我就不举那个，就发咱们小群就行。